你觉得怎样？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要涂那个佛系拉屎绿茶，绕晒，绕晒绿茶。刚才哦，我们吃完大餐，想不到哦，惊为天人。大家对我的佛系绿茶广受好评，所以我现在要决定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佛系。比美招还好用，真的比美招还好用，真的。我就买一般的那个茶叶啊，不知道在哪里买的，有点忘记。绿茶是绿茶，我等下煮滚。那我们现在水滚了哈，水滚了就是直接关火，就这样直接下去，不用客气，唰。看气势，就是这样才会闹事。不会。把我的话删掉，我看看大家是为什么被烙晒，太可疑。这个还渣渣没到，就是等一下。天哪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设备准备好，我们就是把茶快速的这样倒进去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它出来了，难怪会烙晒，原来都是你都是这样煮茶，谁受得了这种茶？我又惶恐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现在试喝这个，我看看。佛系拉屎绿茶棒棒。Hello， 那我们现在再请第二位的小 J 先生来帮我们试喝绿茶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帅哥 J， 请你帮我喝一下绿茶。好喝。好喝。你觉得怎样？好喝啊。哈哈，真太好了，好谢谢，对不起，拜拜。Hello， 那我们邀请下一位甜心小梨儿来帮我们试试看看。那我们这都真实呈现，没有蕊过哦。小梨儿，你好。你好。那帮我们试试看看。好。小梨儿觉得好喝的，因为我本身还蛮喜欢茉莉花的味道，对啊，然后这款就刚好。另外就是有点涩，所以冰一点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。好，谢谢你的分享，拜拜。